玲玲、笑笑、月月，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包饺子。今天是新年，吃饺子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呢。月月，包快点，大家快到了。铃！啊，终于包好一盘了。看我的新发明，饺子。对不起，我们重新包一盘好了。笑笑，你不包饺子还来搞破坏。包一盘饺子很费时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铃。新年好啊。咦，怎么大家好像不开心？都怪笑笑，毛手毛脚的，打翻了刚包好的饺子。大家别生气了，今天可是新年呢，我带来了开心果，大家一起吃吧。今年吃不成饺子了，月月很难过。别急，看我的新发明，自动包饺子机，我们很快就能吃到饺子啦。哇，自动包饺子机包得好看呀，这么多饺子足够大家吃了。大家新年好啊，叔叔好，姐姐好，大家一起吃饺子吧。